说起学，你会发现像一个南方人对学的热爱，又无法理解作为一个萌新骑着翼龙发现雪山的那种心情，又无法理解赤裸裸的朝着雪山就飞了过去，然后就被冻死了，甚至翼龙都找不回来。舞蹈的雪山特别的冷，在这恶劣的环境之中，还时常伴随着某种让人后背发凉的声音，那便是二号号召起源的声音。来吧，自己能把自己淹死，还说不是二号吗？恐狼属于中小型肉食性动物，它们擅长群体行动。狼群中等级最高的那只为狼族领袖。不过呢，只狼发现了敌人，狼族领袖都会带领群员嚎叫，为成员提供一层群体 buff， 这是迅猛龙的群体 buff。许多玩家都曾小看过恐狼，都会觉得它们的体型过于小，没有威胁。而实际呢，宠物白给在恐狼的口中玩家还真的不少。被恐狼干掉过的弹幕扣个一。恐狼的刷新数量较多，雪山的每个角落都能遇到它们。不管你在雪山训什么，它们都总是喜欢上来凑个热闹。虽然狼群很烦，但是驯服并不难，直接老鹰掉进昆仑房。恐狼有3倍的爆头伤害，还是蛮容易打晕的。恐狼喜欢掐这些食物，不用按即可骑乘。恐狼的左键嘴咬，攻速快，但伤害一般。空格的跳跃 ，C 键嗅探，使用后的一段时间内，可以探测一定范围内的笔记的位置和一切的伪装单位，如伪装的岩石巨人、钻进地里的兽头兽等。恐狼自带一个被动功能，不管你用不用 C 键，都可以侦查到附近低于50%血量的生物或者生物的尸体。侦查的图标会随着血量的变化，生物的血量越低，颜色也就越深，尸体图标为纯白色。讲完单只恐狼的功能，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恐狼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——族群。恐狼的群体 buff 一共可以叠加4层，每层增加5%的伤害与防御，而每5只狼里面就会有一个狼族领袖。狼族领袖可以使用右键嚎叫，同另外4只狼一起嚎叫，然后获得一个兽群领袖的 buff， 可能会出现某只滑水不给的嚎叫。兽群领袖的 buff 持续时间为90秒，90秒过后进入嚎叫的冷却时间，嚎叫冷却时间也是90秒。兽群领袖的 buff 加4层群体 buff 的总攻击与防御加成，提升约45%。普通狼与狼王都是同一个提升水平，5只恐狼如果加成一致，在兽群领袖的 buff 下打出来伤害也就一致。那么这5只恐狼驯服后的等级150级，不进行任何加点的基础伤害平均为80，再加上男女加成以后，可以轻松的达到200左右的伤害。一只的伤害为200，那么5只狼就是1000，加上他们的攻击速度非常。即便是家养的狼群，在没有人骑乘的时候，战斗开始也会自动的使用嚎叫。所以现在你们应该明白野生的二号为什么打又打不动，打你还那么痛了吧。